女高韩延社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去年的圣诞节那天呢、啊，看到圣诞老人来摇我家门铃。哎，什么？为什么要去摇你的门铃？不知道哎，可能是因为我特别乖，所以有礼物吧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希望今年圣诞老人也能来摇我的门铃。摇我的门铃 ，Ring my bell， 让我们一起欢迎第一组所带来的表演 ，Ring my bell。Feeling so free.